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周刊20日公布2018最具商业价值明星，冠军尤杨幂夺下亚军，为吴亦凡季军，为迪丽热巴百大名单中竟不见范冰冰，让不少人感到意外。去年第四名的范冰冰今年则大爆冷门，为挤进前100名遭指与逃税风波有关。第一财经周刊以专业力、代言力、代理、曝光力、社交力进行综合考察，评选出演艺圈中前100名最具商业价值明星。杨幂以 86.7 分夺冠，她去年以85分位居第三名，二到十名为吴亦凡、迪丽热巴、张艺兴、王俊凯、杨洋、周冬雨、易烊千玺、陈伟霆、鹿晗。林俊杰以 62.5 分排名第24名，是台湾艺人中名次最高，其次为第40名的彭于晏，45名罗志祥，49名舒淇，61名林志玲，66名赵又廷，68名陈立农，71名潘玮柏，77名王力宏，81名蔡康永，88名林志颖，92名阮经天，99名张钧甯，100名欧阳娜娜。娱乐圈还真是有钱人啊，看官们是不是有了当明星的冲动了？男的帅气，女的漂亮，还那么有钱，自己当不了明星的，好好培养下一代，说不定最具商业价值的就是你们的儿女了。祝内容真实性已考证，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。